请掀开经本第七十三面，七十三面第三行。那么南方属于火，是光明之象，光明之象。光明呢，代表智慧，所以南方五尊佛是表修慧，许许多多人对于净土宗啊有很大的误会，认为净土宗呢充其量啊有一点定，因为经上讲了一心不乱嘛，有一点定，但是没有慧，总是觉得这个法门呢很遗憾的，不修慧啊。殊不知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这个不但是包括了戒定慧，而且是无上的智慧啊。这个第一尊佛呢叫日月灯佛，日是白天的太阳，晚上啊有月亮啊，这都是象征着光明遍照。日夜照不到的地方呢有灯啊，所以用日月灯呢，那就是光明遍照了，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啊，通通都照到。那么这个用来代表啊我们自性本具圆满的般若智慧。迷容无碍，无所不照。那么这个要是用普通的话来说呢，这个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宇宙人生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不明了，这是佛法里面所求的啊。所以佛法所求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那么在此地日月灯佛了代表，第二尊明文光佛。明文我们现代人称之为知名度啊，某人知名度很高啊，提起来啊没有人不知道的啊，叫明文。一个修行人真正用功，所谓是实至名归也啊，不要去求虚名，到自己真正有德行、有学问、有羞耻，自然这个明文呢就圆播了。我们讲呢这是小有名气了，但是诸位要知道这个名能害人啊，名利都能害人的啊。如果要没有智慧，往往就迷了啊，就迷在这个名利里面。这一迷呢就一定堕落啊。所以在修行在这个阶段当中，自己有智慧啊，这明文光啊，光就是有智慧，能将
明文立养的祸害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换一句话说，自己必须远离名利，这才不受其害啊，才能把功夫不断地向上提升啊。这是明文光佛对我们修行在第一个阶段遇到这个难关，要有智慧来把它照顾啊，就是以这个智慧的光明照破明文利养的这个障碍啊。第三尊大言见佛，言是火焰啊，肩是肩膀啊，两个肩膀，这个火焰呢也就是光明，智慧与光明。那么他表示突破了名利这一关，这个自己修学功夫必然向上提升的。这个时候粗智二智啊，这两种智慧呀成就了。这两种智慧呀，一个叫根本智，一个叫厚德智啊，两种智慧成就就表示两个肩膀啊。那么也叫实质，也叫全质，这两种智慧心情那就可以教化众生啊，帮助诸佛菩萨弘法利生啊，有这两种智慧。这个根本智叫实质啊，这是智慧的本体。厚德智呢叫全智，叫全巧方便啊，就是智慧的作用啊。在般若经上说，般若无智，无所不知，这个根本智是无知，厚德智是无所不知。那么我们今天这两种智慧都没有啊，我们所有的是妄想分别啊，根本就没有智慧啊，所以智慧是从定当中得到的啊，从大定当中得到的。那么要求真正的智慧，这在佛法里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啊，你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教导你，大概你遇到了你也不相信，你也不会接受啊。原因是什么呢？真正善知识教给你啊，叫你先求是无知，这是真智慧。你想禅宗六祖大师教人本来无有啊，你有知见呢就错了啊，有知见决定叫邪知邪见啊，没有正知，正知是这个
本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啊，那叫真智啊。所以这个自性般若起作用啊，是无所不知啊，这个不需要学的啊，所以叫做自然智啊，无私智，不必要老师教的啊，这个是啊。自性本具的圆满智慧现代人这学佛呢，恰恰跟佛教学的方法理论呢相反啊，他一开头就希望说我知道越多越好啊，我样样都要学，样样都要知道啊，它的结果呢是有所不知，你不知道东西太多太多了啊，你生生世世去学，学上无量劫，你所知道的东西还是非常有限啊，你不能真正做到一切知，不能达到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一切知啊，一定是自信智慧现前啊！自信智慧不是从学问里面得来的，不是从思维里面得来的，不是从我多读书啊多见闻，不是的，与这个通通不相干。是从定中得来的，所以佛教给我们因戒生定的，因定开慧呀。啊，念佛这个法门没有别的，就是叫你要念到一心不乱。你果然念到一心不乱呢？根本智得到啊，根本智得到之后，那个后得智就容易了啊。后得智，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一切明了啊，那就叫做后得智啊。换一句话说，后得智是根本智的起作用啊，啊，不起作用呢，就叫根本智，无智啊，啊，起作用是无所不知啊。那么这两种智慧都有了，叫大眼肩佛，叫两个肩膀啊，一个拳，一个实啊，实质呢是自受用。这个诸位要知道，自己受用的是无知，你看那个心多清净啊！啊，无所不知啊，是他受用，是教化众生的啊，不是对自己的啊，对自己呀，永远是无知。佛度一切众生，对自己来说是无知，是无说啊。帮助别人呢，有知有说啊，讲经说法一天说到晚的，是无说而说，说而无说，无说是这一边的，说是那一边的啊。这个是自受用的，那是他受用。所以自己永远在这个清净极灭的境界里面啊，帮助众生，和光同尘，和和破破啊，他才能够教化一切众生呢。这是两种智慧的作用。
佛门里面常说是佛慧命弘法利身，没有这两种智慧是决定做不到的啊。虽然有慈悲心，慈悲心不管用啊，没有智慧，那个慈悲心是没有办法利益众生的，甚至于都不能够利益自己。第四尊是须弥灯佛，这一尊佛号名字里头啊有须弥，须弥灯，这个都是从比喻上啊来说的啊。须弥是最大的这个山，那么这个灯的光明呢会变照啊。这个是表修慧转世成智，须弥山是四宝所成啊，四宝所成，宝都有光明，所以他在此地代表的是转八十成四智啊，成四智。我们凡夫一天到晚所用的呢，起心动念都用八十啊，前五十眼耳鼻舌身，这是对外面境界的接触啊，起这个作用啊，接触的作用啊，是要领受啊，接受的这个作用。第六识作用叫分别，第七识的作用是执着，第八识的作用我们常讲落印象啊，第八识像个仓库一样，通通把这些印象啊储存到这个资料库里面啊。那么这是经年累月生生世世的这个资料室里面就充满了这些东西，那么这个佛经里面称它做种子啊。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的种子，我们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像资料库啊，这个里面就太多太多了。古德说好在这些种子没有体积，如果它有体积，那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尽虚空都容纳不下。那么这些印象里面啊，也就是种子里面，有善的种子，有恶的种子啊。诸位要知道，这个种子我们是一天到晚不断往里头储存啊，不断在增加。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种子，一个恶念一个恶种子，一个善念一个善种子啊，一个佛念是一个佛种子。我们将来死了，这个六道轮回到哪一道去呢？就是看你储藏这个种子里头哪一类的种子力量啊强，力量强的呢先出头先受报，
这个种子呢，引导你去投胎。六道里头，舍身受身呢，是这么一个事实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就知道我们平常起心动念的关系太大了。大在哪里呢？大在来一生到哪里去投生啊，细数数不尽的。佛总是把它归纳起来跟我们讲原则啊，佛说这个设法界啊，设法界都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啊，从上面讲起，佛法界第一个因素啊，其他的因素很多很多，佛给我们说最重要的那个因素，佛法界叫平等性啊，平等呢，我们心里的起一个念头就不平等了。念头是波浪，心动了，动了哪里会平等呢？心不动就平等了啊，平等心就成佛啊。你看《无量寿经》里面经题清净平等觉。啊，那成佛了。无量寿经上也说得很清楚啊。啊，佛告诉教主阿难的，你愿不愿意见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所以平等心是佛心，他成佛。做菩萨。第一个条件是六度啊，心里头常常有六度，六度的心呢特别强大，这个人呢来生一定做菩萨，菩萨道去啊，圆觉是十二因缘。声闻是四谛啊，这是讲啊三界以外的四圣法界第一个条件为我们说出来了啊。那么六道里面呢，六道佛讲了，天道是十善四无量心啊，单单修十善只能在欲界天，色界天以上啊，还要修四无量心。这个四无量心的慈悲喜舍啊，能够修慈悲喜舍，修十善业道啊，这个人就会升天啊。人道啊是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叫无戒的心。那么在我们中国古时候讲的无常跟这个无戒意思完全相同啊，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啊，跟佛家讲的无戒意思是一样的啊，能把这个做得很圆满，你来生呢一定得人生，不是人生
阿修罗这一道善恶混杂啊，他修善力量很强啊，有强烈的无界是善，所以他能升人天。哎，他有个很大的习气，就是功高我慢。啊，这个习气掺杂在戒善里面，就变成阿修罗道。啊，下面三恶道，恶鬼道。第一个因素，贪心。兼贪堕地狱啊！啊，兼就是吝啬，贪爱吝啬，这个念头强，他决定鬼道去了。愚痴是畜生道，啊，愚痴是是非不明白，真假分不开，这个叫愚痴啊。畜生愚痴，这堕畜生道啊！嗔恚堕地狱啊！嗔恨心很重的人啊，这个人堕地狱，就是佛把这个十法界啊，第一个因素，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告诉我们了。我们要到哪里去？换句话，不要问别人，自己回家冷静地反省，想一想，就晓得将来到哪一道可能性最大，就知道了。啊，那么要想超越三界，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但超越六道，十法界都超越了。啊，那十法界上面呢？上面叫一真法界，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不在十法界里头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么往生净土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信愿持名。啊，我们今天有没有相信？没有啊。啊，为什么说没有相信呢？那个疑问一大堆呀，那哪里相信呢？真正相信的人呢，一个问题都没有。啊，真正发愿的人呢，对这个事出世间的时候统统放下了，绝对再没有一丝毫贪爱的，那你这个愿是真的。为什么呢？一个目标向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总不能把这点我喜欢的还带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不可能的啊。所以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那是真的有愿啊。所以这个真正有信念的人呢，的确不容易啊！啊，这不是讲平常人，念佛人当中，一万个念佛人当中，难得有那么个两三个啊！这就从前李老师在台中常讲的，那两三个是决定往生的啊，他没有疑问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是老实念佛。这种人非常老实啊，什么问题都没有啊。他只晓得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他的他都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好就好在这里，不想知道啊。那么这个是转识成智了啊，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
一念佛法门来说，身礼敬阿弥陀佛，口称念阿弥陀佛，心里面呢想阿弥陀佛，这个真的准是成智了。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从此以后不再胡思乱想了，把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原来这一切法都是假的，都是空的，梦幻泡影啊，这还值得放在心上吗？统统放下，妙观察之，看清楚了啊！转莫那时成平等性质，不执着，一切法都不执着了，就平等，心里平等；一有执着，就过心中。转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无所不知，这是须弥灯佛所表的意思啊！成就这个四智，这个幕后一尊佛啊，这都是给我们讲修慧的事实，修慧的纲领。幕后一尊佛呢，是教给我们的方法，无量精进啊！菩萨善根，唯一精进，成就大慧。修行，诸位要知道，最大的障碍是懈怠、懒散啊。这样的人，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能成就。自古至今，诸位仔细去看看古大德的传记啊，在台湾现在也有单行本流通，高僧传啊，在家的居士传，你去看看人家有成就的，没有一个不是发奋努力啊，没有一个说是懈怠懒散会有成就的，没有这个人。啊，那么我们现在很想用功，精神提不起来。啊，这是什么原因？这叫业障啊！这个很可怕。业障一定要能克服，这个要自己努力，换句话说要拼命啊，你不拼不行啊。我们在台北有两位同学，实实在在可以作为一般人的榜样啊，在台北有一个开计程车的许秋雄就是，原来也是业障很重，精神提不起来啊，他有病，自己呢怕他寿命不久，
所以念佛呢就特别用功啊，也是精神提不起来，勉强撑了，一定克服了，最后是被他克服了啊。他一个月有个一次两次精进念佛啊，因为他的职业关系、生活关系，所以他不能连续念时间多，他一次是两天两夜啊，两天两夜不睡觉，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啊。最初的时候他念的时候呢，我告诉我问他你会不会感觉到疲倦，他说不会，越念精神越好啊。念了两天两夜，他只需要休息两个小时就可以去工作去了啊。那么现在念了好几年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了，这是把自己业障克服掉啊。这个人能成就啊，不要看他现在这个职业好像是很卑贱的，他决定往生啊。另外一位是邱显达居士啊，在我们基金会做事情的啊，现在呢他在福州啊，在负责这个赠送经书工作，非常辛苦，也感觉到很疲倦很劳累啊。那么住在寺庙里面啊，现在这个在福州的人是住在寺庙里头，人家寺庙的早晨呢、啊、三点钟起床，四点钟做早课，他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动啊，自己早晨睡到七八点钟都起不来，非常惭愧啊，发真心的发怒忏悔。他现在生活起居跟大陆上的出家人完全一样啊，饮食起居完全相同，大陆上的出家人对他没有一个个佩服，就是在家居士啊，没有不能克服的障碍。问你自己不肯克服，不愿意克服，那就没法子，那就堕落掉了啊。所以菩萨善根只有一个了，精进啊。世间的善根呢叫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的这三善根，世间一切善法从这三善根呢出生。佛法里面一切善根呢，就是戒定慧三学，这一切善根呢是从精进里面得到的啊。所以自己有毛病自己要知道啊，要懂得怎样去克服啊，这叫修行啊。修行就是修正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行为有了错误把它修正过来啊，这叫真修行啊，这叫真正真实的功夫。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啊，这个后面呢这是与前面相同的，我们都省略掉了啊，就是这个经文上讲的啊，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舍相，并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个与第一段东方的那一段意思完全相同，所以我们把它省略掉，只介绍了这个诸佛名号的表法。舍利弗，西方世界
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传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藕益大师在这里有个简单的注解啊，无量寿佛与弥陀同名啊，在西方世界里，十方各方面同名诸佛无量也，然即是导师一口。所以这是双关的啊，说这个西方世界与阿弥陀佛同名的佛讲得通啊，同名号的佛了，那不晓得有多少。如果呢把它说成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阿弥陀佛呢，也行，也可以说得通。为度众生，不妨转赞释迦如来所说啊，这个阿弥陀佛也赞叹释迦牟尼佛，也赞叹十方一切诸佛啊，佛佛互相赞叹，目的呢是接引众生，广度众生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那西方的佛呢，列着有七尊啊，有七尊佛。南方是表修慧呀啊，是智慧；西方是表修福啊。所以这个持名念佛了，福慧双修啊。其代表圆满啊，代表圆满。弥陀经上都用其来表圆满的意思。第一尊佛呢是无量寿佛，这个无量寿啊是代表福寿啊，这个福德里面的第一个是寿命啊。藕益大师在经题里面曾经告诉我们，阿弥陀梵造无量，不仅仅呢是寿命无量，光明也无量，智慧也无量，德能也无量，神通也无量，这样样都是无量，说不尽的无量啊。那么在一切无量的无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寿命要无量。不想想，如果寿命没有寿命，那么无量的智慧，我们今天讲的，你无量的财富，啊，无量的珍宝，不都落空了？你没有寿命，那无量都被别人享受了，与你什么相干呢？所以说是寿命在一切无量里面呢叫第一德啊，它是摆在第一位的。自己有了无量的寿命，那一切的无量啊，自己才真正得到受用啊，才能享受得到。所以这个寿命啊一定摆在第一。那么第二呢，无量相佛
这个相呢是表富贵啊。我们中国甚至讲外国也有啊，算命的看相的啊，这个相有富相有贵相啊，所以这个富贵呀、啊，这个贫贱这个相貌确确实实是有的。看相的人常说相随心转啊，这句话是在讲呢是非常现实的。你比如说人欢喜的时候，他那个面孔就有个欢喜相啊，他心里欢喜，他面孔就笑眯眯的啊。他肚子里的一肚子苦水一肚子烦恼，他这个面孔啊摆起来就很难看啊。这相真的是随心所转的，前进的我不知道，深远的也在相上能看到。那么这个世间最好的相是佛相，我们世间相术里面所说的贵相，佛是每一条不具足，一样也不缺少。32相80种好啊，这相从哪来的呢？诸位要知道，相是果报啊，有果必有因，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里面讲32相80种好，这个因与果啊，一条一条的都列得清清楚楚啊，哪一个相是怎样修得来的。你比如前面我们讲过啊，这个佛说过了，藏国佛啊，这是广长舌相，他的舌头很薄，撑出来可以盖到面孔啊，那是不妄语得来的啊。修多少时间呢？3大阿僧祇劫不妄语才成就了这个相啊。我们一般人3世不妄语，这个舌可以填到鼻端，这不就告诉你吗？每一个相都有一个因缘修得的。所以佛在经上说，菩萨成了佛了，成佛之后啊，还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复啊。为什么呢？没有福不能度众生，度众生不仅仅是要有慧呀，还要有福报啊！啊，有人真有智慧，真有学问，啊，讲东西讲得天花乱坠，可是人家就不喜欢听。那所以我们讲的，哎，他某人没有语言呢，也没有福啊，所以他要用100劫的时间呢，就专门修复啊，修这个相好庄严啊。相好庄严是戒淫众生一个最好的方式啊。
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阿难尊者出家啊，阿难尊者出家是什么因缘呢？是看到释迦牟尼佛那个像太好了啊，他心里想这个好像呢，这不是父母生的，一定是他修成的，我也想这样好像跟佛出家去修行啊，所以这相好啊，摄受不少众生啊，就是富贵人一定有富贵之相啊，所以这个无量相佛啊，那么经上称赞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了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释迦牟尼佛的烈印身实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啊，真正在一真法界里那个相好光明不可思议啊，这是第二尊佛了，他所表的。第三尊无量床佛啊，床是起止一类的啊，现在呢没有了啊，古时候有啊，那么在佛门里面自古流传下来有翻床，翻呢，扁的，在台湾比较多见。啊，床呢是圆形的，啊，比较少见。跟翻呢是一类的，当中是空的，有一点像那个飞机场那个风筒差不多啊，不过比那风筒做得漂亮，啊，做得考究。那么在大陆上可以看到。在日本的寺院可以看到啊，有床啊，有幡有床，那么这个都是表高显的意思啊，因为这幡床挂得很高很明显啊，它的作用啊是宣传的作用啊，是这个通告的作用。佛家诸位必须要知道，它是教育，教育是老师第一大，直闻来学，未闻往教。老师是很谦虚的，所以佛门自古以来，诸位在经典里面去找，佛从来没有招生过，现在是招生，佛没有，佛门里的没有招生啊，这个招生未免自己太夸张了啊，这太炫耀自己了啊，所以不能招生啊，也就是说明呢，不敢为人师啊。这个学生招来了，那行，招来可以，我不找你，你找我啊，这个可以啊。那么佛确实人天大师，自己不招生。这么好的一个老师，让这么多人呢，当面错过，那么太可惜了嘛。于是乎啊，这个戒引大众的事情呢，都在学生。学生得到好处了，介绍自己认识的人呢，去跟佛学，啊，彼此互相介绍，是这么来的，
啊，而不是到僧团里。后来这些祖师大德们弘化一方，当然也要学佛啊。那么如何这个通知大家来听经来参加这个法会呢？像现在方便的，现在这个邮局邮递很方便，我们发个通知，大家马上就收到了，就知道了。登个报纸或者广播电台发个消息都很方便，在那个时候通通没有，不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邮政也没有。那么这个通知信徒就非常困难。于是乎，这个寺庙里翻床就起了作用。寺庙都有旗杆，旗杆不是挂国旗的。旗杆是什么呢？是通知大众的讯号。如果我们这个道场、这个寺院今天要讲经，讲经说法了。这个旗杆上啊，就挂这个床，叫发床高树啊，旗杆上呢挂这个，那么远近的人一看到啊，这个寺庙里旗杆上挂的就是床呢，就晓得今天有讲经，喜欢听经的人他就来了，不喜欢的就算了，所以他不找你。但是要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你，喜欢欢迎你来，是这么一个用意。如果这个道场做法会呢，就用幡，悬幡呢是道场有法会，床呢是讲经，所以它代表高明显。代表这个第四尊大光佛，这个佛菩萨名号，凡是有光明这个意思呢，都代表智慧。大光佛就是代表的大智。下面有一尊大明佛，这个合起来是光明。那么这个两尊佛，大光是表根本智，大明是表厚德智，这是代表这两种智慧。两种智慧前面说过，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当没有人向佛请教的时候，佛与一切法不是不明了，样样都明了，但是于一切法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个样子就像完全无知的样子啊，因为知是要分别呀，是要把它说出来呀。那是知啊，他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所以一切法是平等的啊，万法平等，万法一如
这是根本智里面的现象。有人向佛请教，你问哪一桩，佛就把这桩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告诉你，那叫做厚德智啊。所以你不问呢，佛就不知；一问呢，他什么都知道啊。所以这个是起作用，厚德智是为利益众生、为教化众生啊，叫无所不知啊。这个根本智是般若无知。第六顿宝相佛，宝相呢是表尊胜的意思，尊是尊贵啊，宝是尊贵的意思，殊胜的意思啊，是表尊贵殊胜啊。我们常讲难能可贵也，表这个意思。那么从无量寿佛到宝相佛的，实在讲福德也是无量无边，数不尽。以六尊佛的德号，做一个概略的说明。五福不能度众生，佛尚且如此，何况菩萨以下？那何况我们？这个要知道啊！啊，有些同修啊，发的心很好，哎呀，我要帮助人呐、啊，帮助人帮不上。人家不肯接受，什么原因呢？我想一想，哎，没有福报啊，啊，所以一定啊要修福啊。我们过去在台中求学，那么李老师一生呢是讲经说法。我到台中去了的时候，刚好老师开了一个经学班啊。我们这个班上呢有20多位同学跟李老师学讲经啊，所以他就培养这么几个人啊，这是培养讲经的。那么他常常告诉我们，要修福啊，要跟众生结法缘呐、啊！你没有法缘，将来你讲得再好，修得再好，没有人听啊！啊，那要怎样跟人结法缘呢？这方式很多，这老师常常提醒我们啊。譬如李老师讲经的时候，我们这些同学在四周啊照顾这些听众，替听众服务，这都是给他结化缘啊，照顾他啊，伺候他们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买些糖果啊，来听经的一个人分一点，这都结了缘了，哎呀，这都结缘了啊。那么李老师讲解说，听众大概差不多在400人左右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没有力量啊，就是一个人分一个糖果，那也很可观的、啊、几个同学合起来，不是合起来买个一大堆啊，到处分散，通通都是结缘的方法啊。那么现在这个结缘的方式就更多啊。那么我的法缘大家晓得很好啊，在全世界法缘都很好啊。
这法缘是借来的呀，你不借你哪有这么好的法缘呢？我用什么方法借缘呢？印经书凡是看到好的经书我所受的供养通通做这个事情辗转都结缘了那么这个缘越结越广现在还有录影带结缘所以弘法利生要把修福结缘这个事情放在第一位不肯与人结缘就没有法缘那就很难了所以要广结法缘所以佛要百劫修福道理都是如此幕后这一尊佛净光佛这一尊佛是教给我们修福的基本方法怎样修福呢要净要光明净是讲三业要清净心地要正大光明三业是身口意这个清净一定是断恶你有恶业呢那就不清净了像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的身要做杀盗淫身就不清净了口要有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这口业不清净了心里面还有贪嗔痴这意就不清净了那么清净必须把十恶业统统断掉十恶业断掉之后一定是修十善业虽修十善业不着修善之相这是《般若经》上常讲的三轮体空那就变成净业了所以这个业呢有恶业有善业有净业这个净业里头是断恶修善不执着善不以为我自己做了多少善做了多少好事你一执着那就变成善就不是净不执着呢那就叫净业叫三业清净我们在一些大概大多数画的佛像像我们这个画的佛像这个上面没有通常画的佛像佛顶上有三个字多半是用梵文写的嗡阿吽这密宗就常念嗡阿吽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三业清净嗡是身阿是口吽是意三业清净那么由此可知三业道圆满清净就成佛了三业清净心地当然是正大光明没有一丝毫恶念没有一丝毫魔执
诸位要晓得，有我就有私啊。换一句话说的，这个心地就不光明啊。真正做到正大光明，要做到无我啊。我既然没有了，哪来的我所呢？啊，所以我所有的一切当然就能放下了啊。所以说破了我执，才真正是正大光明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事实是四圣法界里面才有，阿罗汉提智佛破了我执啊，六道凡夫啊都是有我执啊，有我执就有私心呐，啊，就不平等，就有差别啊，这些都是烦恼，都是业障啊，所以我们要想修大福德，要从三业清净啊，心地光明上下功夫，这才成就圆满称心的佛德。所以他幕后这一尊佛都是教给我们方法。如是等跟前面一样，西方世界也是无量无边的诸佛啊。那么这些诸佛如来过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说尘世言，也就是这些诸佛如来在他自己这个国土里面，一尊佛的教化区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所以此地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指佛自己教化的这个范围啊。他告诉众生，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为一切众生宣讲阿弥陀经啊，赞叹西方世界一真庄严，劝勉大家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所以这个经呢是一切诸佛都说的啊，其他的经不见得诸佛都说啊。为什么呢？诸佛为众生说法是契机契理啊，如果不是这一类的根基，佛这一类的法门他就不讲啊。所以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讲经49年，49年时间不长，所讲的东西很有限啊，没有讲的东西那太多太多了啊。为什么那些不讲呢？我们这一世间众生不契机，讲了没用处啊。凡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讲的，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可以修学的，还有这一类的根基啊，所以他才说 啊唯独这个法门是所有一切根基通通得离的啊。那么换句话说，这是非讲不可的啊。所以不但适合于我们这个世界一切众生，就是十方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众生，没有一个不熟啊，普遍适合法界有情。因此一切诸佛如来通通要说这个经，这个经变成在净虚空变法界是共同空啊，而且是必修的空啊，没有一尊佛不讲，没有一尊佛不赞叹。
再看底下的拜访，拜访呢也略除五尊佛，表化他啊，因为前面呢有智慧了，南方修慧呀，西方修福，有大智慧，有大福德，这个时候啊，要做一点事情啊，什么事呢？度化众生啊，佛菩萨没有别的事业，他的事业呢，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叫菩萨事业。舍利弗，不分世界，有阎金佛、最深阴佛、南举佛、日生佛、网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啊，下面经文呢，我们也把它省掉了。这个复会居足之后，那就一定要效法诸佛如来，以弘法利身为自己的天职啊，为自己事业。所以第一尊佛呢，阎金佛，前面我们读过大阎见佛，此地这个阎见佛跟前面大阎见佛意思相同。前面大阎见是福慧刚刚得到，刚刚修成的，是两种智慧刚刚修成的，福德还不够。现在这个经过西方这一段的时候，这个福报也圆满了，智慧也圆满了啊，这是福慧圆满了。这个时候就担负起如来的事业，经上常讲如来家业啊，要集成如来的家业啊。如来的家业是什么呢？是弘法利身啊，就是要把弘法利身这个重担担当起来啊。这是阎见的意思。第二宗的最深阴佛，十方世界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这六根当中啊，耳根最利啊。你看楞严经上文殊菩萨为我们这个世界简学圆通啊，他老人家就很明白这个说出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所以孔老夫子当年教学是以音声啊讲解说明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是用音声啊讲解啊，耳根最利，这一听呢就开悟了，就明白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没有经本啊，没有文字，完全是口述。那么这个地方就最深阴符啊，阴深的，这阴身上加一个最深，就是最殊胜的。最殊胜的，说实在话，就是演说《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在一切经中第一殊胜，没有比这个更殊胜，这个诸位要知道。这三经之中，虽然说无量寿经是净宗第一经，是净宗的根本经，这个话说的不为过，它是把西方极乐世界圆圆满满给我们介绍出来。让我们明了，相信接受法愿修持。可是最精简的那还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上佛在此地以信念行，就是往生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勉我们呐、佛对于我们苦口婆心的教诲，是在这一部经上。纵然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不甚了解，听到佛这样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接受老实念了，也就决定往生。这是这个经典不可思议何况这个经文虽然不多，言简意赅经里面的意思是太圆满了，太丰富了古来祖师大德不给我们说明，我们自己是一定看不出来的。所以最甚因的就是宣说此经，就是教我们念佛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了，就是最甚之因。难举佛，举是障碍，是阻碍，这是表弘护正法，要勇猛精进，不怕魔障。魔障要知道一定有为什么会有呢？我们生生世世造的恶业太多，跟一切众生结的冤仇太多了这些冤家债主哪有不找麻烦的道理，这不能避免的。即使释迦牟尼佛在世也示现了许许多多的障碍所以学佛要记住，不是一帆风顺你要是一帆风顺，那你的福报比阿弥陀佛比释迦牟尼佛还大了，那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你看六祖慧能大师那了不起还在猎人队避难15年呢，造那个难呢，造那个罪呀不敢出头那是真正得道一博，真正是得道之人不是普通人，真的大菩萨，明心见性的化身大师你难道说他没有佛慧吗？他有啊，还有灾难，还有冤家对头还要躲避我们现在这个事情妖魔鬼怪到处都有处处给你找麻烦，处处障碍你，你一定要认识清楚，我学佛，佛为什么不护念我，护法神为什么不保护我，
啊，你再去怪佛菩萨、怪护法神，你就大错特错了。啊，要知道障碍一定有的，要有智慧，要有定力来降服它。啊，所以要能够降服魔怨啊！啊，所有一切的障碍，我们能够突破。啊，就是这些冤家债主啊，这是邪，这个邪外啊，不能阻止我们勇猛精进，那这就对了。啊，所以要知道啊，克服一切的难关啊，菩提路才能够一帆风顺。今天时间到了。